都是女神嘛，有啦，不能输，试试看啊！哎呦，哎哦哦哦，哎呦哎呦，你看，哇，就是有欧洲，怎么有点欧洲的感觉啊？哎哎哎哎，小百合，小百合，哎呦，好四位一起，四位一起 ，Here we go！ 哎呦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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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灯光表演。颜色像青蛙。他们跳那个有点就是好玩开心，对不对？新雅一出来，哇塞，好像开那个挖土机还是什么？我不能掉，不能掉，有没有？啊，我穿这样子，力道破啊！我穿这样，我不开挖土机怎么赢啊？不掉，青蛙挖一下，挖一下，青蛙，对，学到了一个新的动作，对啊，厉害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太强了。这个但林丹刚刚稍微，你看看，因为服装的关系。对不对？所以因为他是今天是天真可爱的代表，对对，所以他不可能太。你们这个派系有什么样撩男方式吗？我觉得就是要故意跟男生玩，就是有点捉弄他的感觉。哦，好，我可以来示范一下。好，你要捉弄谁？来，好，反正就是你可能在前面嘛，然后我这时候怎么做？我这时候可能就会故意拍你肩膀，然后这样子。哦，去戳他的脸，这不是周杰伦的电影里面有的吗？对，我就会扶着你的脸，然后认真跟你讲话。对面在舞步，就会捧着你的脸。只有五步，五步，五步的距离。哎，其实你每次在撩兰兰跟阿乐的时候，我都很吃醋，因为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。啊！哇！但回不去了，怎么办？什么啊？就是这种很，就是会故意跟男生玩一下，然后跟他讲一些就是真心话。真心话，心雅类似这种的，你也会做吗？就是突然之间那样玩玩。好，那我撩你。哎哎呦！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。你要问我什么？你要认真回答，你马上回答，你不可以想哦。啊！要马上要回答。妈妈跟表妹跟老婆哪一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？老婆没有血缘关系啊，妈妈有啊，表妹也有啊，所以呢，那什么？谁没有血缘关系？谁没有血缘关系？就是老婆啊。别笑我，干嘛？老婆，你要说老婆？对，这意思是他啦。叫我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怎么啦？你在叫我？为什么是你自己脸红？耳朵红啊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不是啊，每次都讲一些不是我要的答案，超烦。控制狂，控制狂，难场。没 get 到，飞哥。好难捉摸啊！前面也是，你还说什么在高雄自残，或者是我其实有 get 到，但我一直假装没 get 到，只是我装得很像，这样反向撩他，那他就一直跟你玩玩，对，玩一辈子。算的啦，哦，哎，这也蛮累死，累死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很可爱啦。你看，像刚刚那种表现，女生如果愿意跟你开这个玩笑的时候，男生真的哇，真的碰到一个不优的怎么办？不优的，不优的，我们不会让他们跟我们讲话。绝啊，绝啊，绝啊！开玩笑，好绝，好绝啊！我跟你讲，走到我们这种年纪哦，真的走到。真的啊！你说那二十几岁，我们现在大概三十出嘛，就心里面就会觉得说，你三十出啊，怎么没有人？我们综艺节目都没有录很多，几十出也不用，也不用打，几十出几十出，你问一下就好，就是你会觉得说，哎，大家聊得来，内心比较重要。真的，有些很对，很觉得很漂亮，个性不合那也不要走。对，对啊，这个要这个要论及婚嫁情况。那非常期待你下一个女朋友哎，就是说长相不重要，嗯，对，就是内心契合啊。他就刚好又长得很正，我也没办法，没有那么刚那么丑，没有那么刚好。他万一长得跟苏打一模一样，我也没办法，太美了啦，啊，哎。其实又讲到苏打，苏打有很多那个不厉害男招数嘛。对，然后之前有一个影片，就是他从车上下来的那个嘟嘴舞。什么？什么？他从车上下来，然后嘟嘴舞。可爱耶！自然啊，好可爱哦。这个舞有什么特别的名称吗 ？Wiggle Wigg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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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 ？Wiggle Wiggle 可以来 Wiggle Wiggle 一下，欢迎苏打。
身为我们跨年代表，比较糖，五分糖啊，五分糖，五分糖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好了，你来一个全糖的，预备备，音乐。那是酸梅，那是酸，酸跟甜不一样。你有点嘴哎，嘴有什么毛病？所以你看，这有些舞蹈就是要他来跳，就有那个感觉，可爱，现在跳还害羞嘞，嗯，好厉害哦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有没有真的，女生哦，真的主动到你们觉得，哎，真的会害怕的？像刚刚这种的，你会很心动吗？有没有那种太主动害怕的？我是有一个吓到你们，有个女生就是她的这个，我们吃饭嘛，她坐对接，对接那个叫什么？也好远啊，太远了吧，太远了，坐对面不想跟你约会啊，对接坐到对接，两公尺远啊，坐对面，然后她穿那个比较窄裙嘛，她有点那个一直在露出她绝对领域哦，她的腿一直在那个一直切换切换切换，来回的切换，切换的还很慢，对。这就是以前那个电影嘛，沙朗史东演过，哇，对，但是这样子其实太主动反而会有一点会吓到啊，男生其实还是会害羞，会吓到了，对，会吓到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好无聊啊，我真的看不下去啊，看不下去。你说老师都在啊，你们都在呛什么？我教你们这么要聊，老师都在，老师都在啊，好不好？怎样？可是我先要去换衣服好了。哎呀，换衣服，对啊。而且我今天穿这样有点素啊，但是我觉得输不起的安妮，对不对？输不起的安妮，输不起的安妮，这么不想输啊！这么临时提议，不能输，不能输，我们不能输。我们这边收打很厉害，收打是我们来我们节目唯一就是，哎，突然到一半就其他来宾说，那我因为你穿太辣，我们要去换。因为我刚一直在看那个镜头啊，我没有我的镜头一直在收打那边，我觉得这样很破片，那我来干嘛？哎呦，转气哦，转气是安妮第一次被。看这个腿，哇，哇，长腿安妮，很美哦，好美哦。听说你有一个很厉害的招数啦，对，听说你很会捡东西，很会捡东西，很会捡，来吧，捡东西的，我们随便来一个，东西不小心掉了怎么办？啊，哎呀，啊，中毒了。中毒了，中毒了，中毒了，中毒了！哎呦！在找，在找，他在找，在哪里？到底谁捡东西会这样捡啊？哎呦，捡太久了！我感觉他是一个视力不好的人而已。哎呦，掉，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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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快中风了，没有中风。无时间啊，找不到东西，找不到，找不到，找不到，哎，找不到了，荒谬了吧？又有点小动物，你需要一个长物动物，对吧？漂亮，这表现的相当好，给安妮，哎，厉害啊！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个招式好强啊！就是东西掉了，哎，捡半天这样子，然后秀身材，性感吧，对不对？嗯，好。最厉害的撩男招数，但是男生真正喜欢的是什么？直接讲出来。来，佩德罗，就是我们欧洲男人是喜欢自然，所以有一些女生可能你日常生活看不到她们女人的魅力，例如睡衣，穿睡衣的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哎，这个女生素颜的，她最天然真实的时候，在家里的样子，对，看到她的女人的魅力是。像有一个女生，我们大家觉得她是搞笑的，可能通常没有把她当一个有魅力的女人，就是谁？小优啊，小优穿睡谁？小优，小优，再讲一次，小优穿睡衣的时候，我不敢相信，真的变女人了哦。好啦，她把脸挡住啊，没有，对，小优身材的确是。不是你这样很过分，你把脸挡住，这样对一个女生很。没有礼貌哎，因为他这个表情不对。哎，睡衣的话我也有啊。穿睡衣看到他的那个女人的魅力了。哇，对。好，讲到睡衣的话，日本女生也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很好看的睡衣啊。你以为我是通常外面是？你有睡衣，你以为我没有吗 ？Hello， 我睡衣会一直待着，因为谁知道我今天睡在哪里啊？我都我警告你们两个，你们从头到尾一直说要换衣服，有没有办法真的换？对啊。对，穿睡衣，你可以是不是换了？我今天有带睡衣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不然收拿会笑你们哦。要抵得过收拿的一个睡衣，我真的可以换睡衣吗？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来一场睡衣 PK 赛。哇！
好 ，OK， 这个刚刚讲到的就是男生自己最喜欢的到底是什么？对，因为刚刚都是女生讲嘛，哎，对对对。那我们男生到底自己最喜欢的撩男招数是什么？马哥帮我围围巾，围围巾，就是看护嘛。口水，因为我是很平常，就是很日常生活中不经意、不要经过设计的，而且我当初也是靠这一招围围巾追到我现在的老婆啊。对，那个时候我们在3年前，他有一次在我在酒吧打工嘛，外面很冷，他在外面讲电话，我就把围巾拿出去帮他围，可是没有任何情愫，就是我说哎很冷啊。就是你要越不在乎啊，很自然，很冷很冷，哎，你先给你围，你把它围得像一个马烙一样，就是不浪漫的那种啦，就是要很自然，自然的。你能不能示范？我愿意围。哎，我要示范谁？示范，我示范欣雅。那我要说我不冷，你围这样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啊，但是你要有一副冷的感觉了，要突然的，突然的。对，突然。哎呦，啊，你看这个女孩子就是这样子，自己冷又不愿意说。跨年晚会的时候，他穿的那么少，对不对？都不会冷，现在应该也是装冷吧？还算不错。好了，我知道，好了，我就知道。Take two， 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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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ke two， 要围不围 ？Action！ 哎，怎么这样子？跟你韩信在干什么？哎，冷的话要跟我讲。他是烧烫伤哦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，这样子，那个围巾人好像马来，不冷要不冷，我觉得好像马来西亚人没有啦，我觉得我不冷呢，来，不冷，哎，我不要玩了，不要玩了，还是真的要帮你围啦，围巾。女生厉害的地方呢，我跟她开玩笑，结果她这样子真正这样，干什么东西？黑歌星，莫名其妙。好了，没有了。这个围围巾的确是好招 ，OK， 非常有效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、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